可以。我现在开始吃早餐啊。这个东西什么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妈妈做的。妈妈做的。那不能搞不啊？啊，有点像鸡哈，鸡那个你们家的鸡。放这里。啊，放在里面的鸡。是。嗯。还有放了一点那个甜的什么？嗯。甜的是 honey。honey 蜂蜜啊。嗯。啊。还有点牛奶。这个是甜甜圈，这是他们这里早餐就是这样吃的，早餐吃这东西，然后十一点钟再吃正餐，晚上十一点钟十一点钟再吃第二餐正餐，下午四五点三四点的时候吃个喝个下午茶，喝一点黑茶、马斯拉茶之类的。OK。小朋友在那里动，在那里蹬，手蹬脚蹬，姐夫哥跟我骑摩托在这里，他突然说他昨天买了这两个门面，这个门面跟这个门面，哦，这是要给他爸爸买的，这什么的爸爸租的还是买的，我不清楚哎。可能是租的做餐馆的吧。这有点不方便。这是要拜 rent 哦。rent 的 restaurant 的。哦，在这里做餐馆，我还以为是买的门面。这个在下面，这个 how much one month？ 13,000。13,000的。13。啊 ？13,13。How much？ 13,17,000。啊，等下再问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把这撕掉，现在下去看一下。应该那个东西搬到这边来了。这还蛮大的，这个地方还可以。这里没厕所吗？No toilet. Outside. Outside 哦，厕所在外面。在里面做厨房，外面。这个地方人还蛮集中的，这个地方还行吧，人蛮集中的。这个应该是一个酒店还是什么？Brother, this is how much one year? How much one month? One month. 13,000. 1 month 13,000. 13. 13,000. 13,000一个人。OK. 这个水 power. 水包水。Electric. 50,000 total. 50-60. 水加上电啊 ，CT7 啊，啊三。
在水电应该是他说16000，大概17000，大概就是10000就是500，6000就是360，大概就是1000块钱一个人啊，租金1000块钱一个人加水电那个样子。那这个很久没租就是，地上都积灰了。还行这里。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下来的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下来的，然后那个地方也可以下来，这两个。还行吧，这里主要是便宜。我们也开始搞卫生了。啊，现在已经卸车枪卸完了。这个床放这里。东西还蛮多的。在车上没感觉，但卸下来还是蛮多的，搞半天。这里叫收银台。这个地方还是蛮大的，这一个大概80平，两个，这个套间大概有40个平方是有的吧，40个平方还差不多。随便摆了一下，这是两个床，这唯一不好的就是这里没洗手间，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洗手间在外面，两个老人的话，要晚上跑外面睡有点。容易感冒什么的。那我们现在回去了。哎，大家好，上一集就说姐夫骑摩托车被警察扣了，很多人关心啊，很多人问我那个什么情况，我们在那里捡了一会儿，警察就把钥匙给姐夫了。没什么大问题哈，大家，谢谢大家关心，谢谢。